我今日咧好似平日咁去行下山啊，跑下步啊。我今日应付唔到呢场嘅挑战，名不如见面嘅跑步王，你估佢系边个？香港女星吴君如曾在2003年凭借电影《金鸡》获得金马奖影后。18日她 IG 分享上山跑步的片段，也告诉粉丝自己很紧张，很担心应付不来这场挑战。我今日呢好像平日咁去行下山啊，跑下步啊，但我而家心情呢好紧张，个心卜卜跳啊，我怕我今日应付唔到呢场嘅挑战。点解？啲我好紧张，后面嗰个系闻名不如见面嘅跑步王，你估佢系边个？原来旁边跟着热爱爬山跑步的高手，正是国际巨星周润发。只见67岁周润发，发哥近年来热衷于爬山跑步，今年二月更参加扎打香港马拉松10公里赛事，仅以1小时3分58秒就完成。发哥平时认真锻炼，保持完美体态，体力更不输给年轻人。吴君如笑称约了这位跑步高手，怕自己跟不上对方，最终也加快脚步跟上发哥步伐。但吴君如边跑边搞怪，不失搞笑本色，而这段影片也引发影迷们热议。